那你们今天很忙。好，那我们就吃牛猪吃到饱的。汤的话有牛尾跟鸡汤。牛尾。
过了吗？没过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回合的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第三，我们只叫了三盘，三份油猪。这个全部都猪肉？对，这全部都是猪肉，原味的五花猪、培根猪跟前腿肉。哦，原味的五花猪、培根猪跟前腿肉。前腿。